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，不论是他的电影，或者是他的广告，我也觉得是让我最 impressed。 大马跟国外最大的区别呢，就是一个很有 budget， 一个没有 budget。 <笑>那我觉得有钱和没钱呢，可以创作出来的东西，那区别也是很大很大的。对，那马来西亚人呢，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怀才不遇，因为我们其实已经算是很厉害了，因为马来西亚用很小的资本，竟然可以创作出一些很令人怀念的、很令人觉得很惊叹的电影，或者是。 那些就是比较小型的那些短片，或者是甚至于广告，我觉得这是让人家很 impressive 的。而且呢，我觉得我本身到国外去拍过戏，好几个国家，中国、台湾、香港、泰国，我觉得他们呢有很大的 budget， 像如果好像 Steven Spielberg 他拍一部 Jurassic Park， 他的制作费是那么的大。 那如果马来西亚有那么大的制作费，可以拍出这样子水准的电影吗？我觉得可能性很大，可能是有机会拍到这样子的一个电影。可是反过来说，如果以马来西亚的这些制作费拿到好莱坞去拍一部很普通的电影，他们做到吗？可能就未必做到。这是我觉得大马和国外制作的最大的。 那我觉得我本身可能会进入服装设计，对，服装设计是我一路以来都很向往的。真的有几样，就是第一样呢，就是我因为拍戏拍了十九年，还蛮长的，然后我。 其实很想有一些自己的制作，关于一些自己的故事，写一些关于很真实，可以影响到一些人的剧本，然后由自己来当导演，自己来演，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电影。这是我很想一直都很想做，可能可是现在还没有那个时机时候还没到，需要很。 很详细的去策划，所以这是我的想法。我的兴趣是很多的，我可以很活动，也可以很静。那我静的时候呢，我喜欢看书，喜欢听音乐，因为我觉得自修很重要，要提升自己，而且应该多一点吸取不一样方面的知识。 然后，身心方面呢，我就喜欢爬山，我喜欢运动，喜欢跳舞。未来的三年，就是以上我所说的，因为其实我一路以来我有写自己的专栏，那我希望在未来的三年，可能我可以写自己的一本书。
可能是因为我写的东西都有关于女性的，他们想探讨的一些问题，然后我希望可以可以对一些女性有一些的分享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可能可以完成我的剧本这样。